Hi, this is a title fight. I expect a good, clean fight.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in the change room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Sit back to your corner. Judge, timekeeper. Are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ll four.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I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这是场初量级的冠军赛，没错。一上来王继佳就是抱摔，好的，到了地面，龙云俱乐部呢都是扑摔系的，到了地面的话是他们更擅长的地方。嗯，不过其实恩波格斗出来的这些小伙子们啊，就是地面的技术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对，所以这场真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人就是目测的块头上来说，王景佳还是要比这个俄勇啊稍微小一些，没错，也只有块上小一些啊，身高是差不多，对，身高是高出来了3公分，臂展是高出来了2公分，而且两个人在榜单上的排名是俄勇排名第一，王景佳是排名第三。王景佳这边想要压制住对手，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对手的力量也很大，要下行要逃出去，是的，把头藏在对手的两腿之间，是想要避免击打，没错，因为这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一定都会非常的谨慎，要被拿背。好的，现在欧勇对自己这个两条腿的这个空档保护的还不错，搭上去了，好的，搭上来之后想要给一个裸脚，这边好，手还是保护住，是的，握住对手的手臂，因为右手还没有插下来，所以王景佳现在也是在试图把自己的右手给穿过来，让王景佳身体关了个身体三角，没错，所以对游泳来说很难逃脱他的这个身体缠绕，是，但是这个位置对于王景佳来说即便是不能做裸脚是一个击打非常好的位置，只要不打后脑还是能够打开的啊！如果你看就是这样，一点点打开之后，一旦有空档，马上右手就插下来了。现在手啊被对手夹在腋下，逃不出来。这边到了侧面，这样有机会转个骑乘也不错。没错，目前看起来对手对自己这个脑袋的这个空档啊，还保护得很好。是的。但是如果其实转过来能做一个拿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因为现在王景佳他虽然位于下位，但是他两条腿搭的这个扣啊，刚好是死死的箍住了俄勇的腰，对于王景佳来说呢，他现在占据的是一个有优势的位置，所以他不用着急，对，对于俄勇来说呢可能需要赶紧想想办法了，想办法要破开对手的这个缠绕，因为这个位置很尴尬的是他做虾行基本上不可能，如果能够想办法转过来借着龙网往后走一走，但是这样即便走一走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腰被死死的箍住以后啊，相当于做动作没有发力点了，这是很愁人的一个事情，所以王景佳现在还是在打擂，对，找头部的空档，这个往后找对手的脑袋，对，因为我有这样打基本上打不着啊，你看继续打擂部打头，王景佳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输出，他这样做其实还是想要去找空档要去做裸脚，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还是挺困难的，是的，对，其实对于何勇来说现在这个位置他借助龙网蹬一下的话可以躺在砸死在王景佳的身上啊，这边何勇没有机会起身，王景佳也是在好翻转过来，王景佳的这个力量可能更强一点，是的，死死的压到了一个骑乘位，没错，好，拿背了吗，这是要起身了，好的，何勇到了上位，王景佳的右腿看能不能穿出来，没有，王景佳要死死的掰手臂，但是这个位置很难，手抽出来了，抽出来了，有锤击的机会，好，马上站起来，连袭击漂亮，但是被对手差点接腿，好，最后10秒钟，连续的锤击，连续的击打，王景佳应该是选择先躲，王景佳，在被对手连续追打之后啊，这个王景佳这边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自己，没错，
第一回合结束的钟声已经响了，我一度以为呢比赛是终结了。没错，Steve 的话还是及时的那个哨声啊终结了这场比赛。没错，对 Steve 上去叫的是时间到了，禁止击打的。Okay, round two, ar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und two. 好的，双方进入到第二回合，继续连续的进攻。没错，王景佳除了爆摔之外，可能在战力上是和对手难以抵挡。对，因为在第一回合末的时候，何勇站起来之后，他的持续的战力击打的输出啊，真的是比王景佳要强。这边是爆摔，还是要爆摔进地面，但是抱不住，对手防得很死。对，反而是自己。连续的找点危险了，还是要想办法赶快抱住何勇。这边还要连续的锤击，把对手距离控制得很好。没错，王景佳完全没有这个抱摔的这个空，这个距离完全不够啊。是的，但是打到现在啊，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力击打方面啊，王景佳差何勇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连续两次的抱摔，距离都太远了。没错，没有抱住。反而是何勇的平勾和后手拳真的是势大力沉，又一个飞机，现在有机会啊，被对手压住了。是的，连续的几次抱摔呢，让王景佳这边体能消耗的很快。没错，还是想要去抱住何勇压胯，这个防摔做得很好。好的，再把对手推开，还是要继续击打。好，这边还有机会抽手。哇、哦，漂亮！击鼓，向下的砸击。王景佳还在通过两条腿来做防守，没错，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继续蹬着蹬着肉腿，好，想要做主动防御。何勇控制住对手的两个脚踝，还要过腿，哎，过来了，漂亮！连续的击打。是的。好，现在反而是何勇越打越轻松。击鼓，来击鼓，漂亮！这边击打头部，比赛马上就停了，漂亮！应该是通过刚才那个击鼓，何勇这边是奠定了比赛的这个胜利。没错，王景佳因为在战力上面和对手差的太多之后啊，显得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确是，还有还是那句话，真的是一旦回到了战力击打的时候，何勇的优势真的是太大了。那要恭喜啊，何勇这边拿到了雏量级的冠军腰带。没错，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何勇也获得了我们雏量级金腰带。这条金光闪闪、沉甸甸的金腰带加冕在了何勇的身上，他就是雏量级的最强王者。恩波格斗的创始人恩波先生也为何勇戴上了洁白的哈喇。好，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选手。